哎呦，我操！又他妈早泄了，我日他妈的！插进去，妈了个逼呢，差3分钟都不到，我操，2分钟，妈了逼呢，把他送回去了，我日你妈，真他妈的想死，我现在。哎呀，真的难受死了。我今天挖的从差不多7点钟啊，我操，在那边等等到他妈的9点多，妈的把他送回来，我操他妈的，我差了2分钟，我等了3个小时，真的差了3分钟都不到，真他妈太难受了。哎，我现在妈开车回家了，我操，我老婆打电话了。是啊，他妈逼啊，没操到之前，我他妈心里还想等一下怎么操死他。我操！妈的，在车上后座椅上，你知道吧？兴奋的一逼啊！我，哎呀，他一坐上来，我往上面顶了2下嘛，我操，3下，最多3下，顶一顶，我操，直接卸光。哎呦，然后他妈卸了以后，我就软了，你知道吧？软了，那个女孩子她就问了，她说："他妈怎么搞的？"